你先跟嫂子回家吧。我不想再回那个家了。二哥，你能帮我找份工作吗？我想留在城里，我不想再回万家集团上班了。小梅，这个找工作这个事情，它不是那么好找的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在这住，然后我帮你打听打听，好吗？庆志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哪有精力照顾秀玉啊？要不，你跟嫂子回客栈吧，先帮帮嫂子，有啥事儿咱俩也好商量。等到你二哥在城里真帮你找到工作了，你要想回来，咱们再回来。那嫂子，你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吗？你是怎么做的？最后题我觉得真的超难呢。啊，也就那么做，多复习一下就行了嘛。本来应该是我的生活，先回家吧，回去咱们再想办法要回来。